暖包哦，没暖暖包。小姐，咖啡赞助姐，你不要的温暖花呗好贵你啊。阿伯，真拄好，我足惊寒的，无你这就全部好啊。小姐，你真正是爱心大喷我。阿伯暖暖包，那温暖啊。你正够一个泡面，你品看卖。阿伯问啦。这很欢乐的小姐拢爱品啦。阿伯。袂记甲你讲，阿伯暖暖包吼，唔哪有泡面，佮有爱困的功能。我佫是这啊，起床就好然后看。会长，吴林，多谢您啦，安排个医生来替安乐动手术。唔安尼讲啦，安乐的受伤就是因为阮啦，这是应该做的啊。起码干那希望安乐手术会当成功。主宰，还有会长、会长夫人，因拢伫咧头前。主宰，主宰，我伫遮。哇，你看你，你看你 ，VVIP 呢，跟我院长哦，亲身哦，杀你过来。我希望手术进行了，头一个看到的人是你。你敢会当一直陪伫我身躯边？当然。自头到尾哦，我拢伫遮。安乐，你莫紧张啦，我替你找的医生哦，拢是这方面上 top 的医生，而且你做一回创手术，会当甲对你的影响感觉足低足低，你要有信心，无问题啊。你放心，你只要想，你会真紧恢复就好啊。听到无？爱对家己有信心。潘婶，我接你电话。喂，我偷听啦。不管出了什么代志，我现在都没时间应付你啊。刚刚张家你昏迷不醒，你嘛不要不紧。医生都无。你脾气也忘了。我去回你家改规矩啊。你是要从哪？我来替你制造机会，英雄救义啊！即摆你的心肝哦，未输敢那睡美人同款呢，困到足甜的。你若无化身成白马王子来救义哦，我看伊一世人哦，拢会精神啊，连倒来的人世间的路拢找无。你敢？要紧啊！你甲我派，我就唔敢。咱讲的门当户对啊！你来。我要跟你讨论山顶迄块土地的代志。那你找我就好啊！你这人是要创啥？咱两个查甫人推讲推啊，那讲代志哦，绝对硬当硬啊！啊，那身躯边一个查囡仔，代志唔了有抽屉之地，较袂上着好气啦。而且你嘛知影，我这小妹张嘉玲哦，是我的大婆，今生兼护身符。我若拄着代志，我有所求的时阵哦，我绝对也小拉唔一下。我卡着爱小摸一下，这当电话。不要紧啊，我讲安尼路路长哦，你一声拢无爱甲我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敢讲你甲张嘉玲冤家啊？还是你变心爱着别人啊？这都不要紧。卡天你若无来哦，我就知影，我就了解。时间若到吼，我就让张嘉玲看我明仔日头。没有回来啊？好，为你传呼啊，我马上到。我就等你一句话 ，See you later。张嘉玲。
恁这个猎物，可是为着啥？当然嘛，是因为爱呀、啊。想叫你去爱着，方自在。我个自在观，还跟恁有啥物地带啊？要紧呢，那无地带。阮即摆对付方自在呢，你是心盘呢，甲你抓伫个手头，甲你挂保证，伊绝对乖乖听话。你大概就只有这招，甲人抓起来，甲人绑起来，伤害人，最后嘞，还不是都失败？啊，最后嘛是去有罢免啊！你莫讲到罢哦。张家人搞个期待搞我，欢迎欢。欢迎光临，你嘛只听话，只准时啦吼。就叫你放开，你要创啥？对我来就好了。啊，啥哩？既然你只水亏哦，我也袂当那插。干咩啊？悄悄咩？讲你要放弃山顶的土地，然后你就会当把你的家人乖乖送到转去。你找唔着人啊啦！迄个地唔是我的，我无资格签名，我嘛袂好你。我知影迄块地是死，啊！不过我压你压害过，歹势，我有诶，敢若我一条命，你敢摕哦？所以你摕走。要紧呢？你是咧开玩笑哦？你这条命值几块银啊？会当甲迄土地利益相比哦？是讲你进前哦，敢若关伫棺材内底，遐么小事代志，我袂甲你算账。帮家领走，我跟你做伙算。OK。跪地你拄着危险，你只死老狗绝对会来救你。我即马让你看卖，我到底有偌慷慨。我特别为着你订做一个又搁好看又搁大办的箱啊！好，帮家领走，我跟你离别。王自在，我哪有可能会乖乖听你的话啦？啊，告诉讲我那是帮张嘉玲走，啊，结果你选去，啊，我是要怎？手机摕出来，卡免讲，等一下偷偷啊报警。然后双手伸出来，乖乖我抱，表示一下你的心意。要紧的你，好，今晚咱们家里走哦。这边哪会用的？大混哦，毛铁张嘉玲准备一卡箱啊。就卑鄙，即马是安怎？讲话无算话哦！哎呦，方自在，我是为着你好呢。安尼你甲张嘉玲哦，两个人就当做伙殉情，无条条后世人阁会当投胎转阿婆。而且哦，我嘛真正有啥物无拄好，张嘉玲哪有可能无替你报仇？死到我会还你还你死！你嫌我这样笨死？俩准讲你偌巧嘞，结果讲到袂上啊，好好一条路袂行，偏偏要行黄泉路。我甲你警告哦，紧甲自在放开，啊，若无即刻我搁外楼，绝对找两人算账。张嘉玲，你家己拢自身难保啊，你搁想要管别人？你若是会惊，你就会惊。后下要投胎的时阵，莫搁去拄着我。啊，若即届，我就无留你啊。主宰，主宰，你人一个都够要紧。
代志啊，家里你人咧？我伫咧另外一卡箱仔内底。想袂到，会竟然出这种后步。你放心，等到我交出去啊，是新的手机啊，我家的手机啊，在库管内底。我即马随报警。啊，不过咱也唔知咱即马伫咧倒啊。放心啦，我的手机有定位，警察来收到，那就定找咱啦。曹俊英的手段遐尼粗残，万不然真正把咱两个人带来海内底，就算警察来嘛袂赴啊。我这抓来哦，本来就暗示无要回去啊，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嘛袂烦恼。啊，不过既然你嘛好看恁李白啊，放心啦，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，没有代志的。哥，这后边一定有声音呢，敢没有什么问题啊？紧啊！落去北京，佮关伫箱仔内底，伊是我都逃走哦。你当作咩子？啊啊啊！不能来！啊啊啊！你咩未来哦？讲什么蛮贵？你这咩后边来了？卡后边，卡后边，那无对你小妹无客气啊！听到无？你提阮小妹来威胁我？你算什么贱人公主啊？你讲什么笑话啊？我只不过做跟你同款的代志尔。看后边，你是用人哦。我需要滚住啦！你搞鬼？乖，想好开。好啦好啦，我这个冲锋是搞崩溃啦。想好咩后边啦？好。应该是要套开，给。完了吧？谁？搞鬼！放肆！张家玲已经无代志啊！你会当跟我小妹讲，我保证，我袂为难你。搁点气啦！你阿孙，我够相信你哦。小玲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先走。等下警察就来啊。好，我去路口看警察来阿袂。你家说伊哦。嗯。你哈？啊！出来，行啊！来。王志在，哎，那高手我们办过了嘛？你安尼干，你还算是犯规了。等下警察来哦，你赶快很乖哦。袂瘾啦，我来甲办开哦。恁赶快逃走，我今日哦就是要让恁一个架势啊。行。真正袂放你。好，没事，大家做没事。